老板，你这辣条真是随便吃啊？当然，3块钱随便吃。这么好，那我今天要多吃一点。随便吃，就怕你们辣的吃不了，因为我这呀都是特辣辣条。我大圣可是这条街上有名的能吃辣，不管什么辣都能吃。前几天刚吃了5大桶干辣椒酱呢。对，我们一起吃的。瞧把你们能耐的，3块钱随便吃，看你们能吃多少。给你钱。同学们，要喝水吗？水免费不？1块钱。那我要一瓶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2、3、4、5、6。老板，他们喝水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数数啊？哎呀，没啥，我练习数数呢。老板，水还有吗？有有有，辣条和水都有。真香，好久没有吃过这么得劲的辣条了。对，这比我以前吃的辣条都辣。幸好遇到了你。那麻烦你们把钱付一下。再给你3块钱是吧？3瓶水。什么3块钱？你们总共喝了我300口水，给我300块。啊，不是1瓶水1块钱吗？我是说了1块钱，可我也没说是一口还是一瓶啊。瞧我又大意，又被套路了，下次来一定先问清楚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哇塞，落地就有3级奖。我去 AWM。 今天这运气也太好了，这么好的装备，要不就钓鱼吧。哎呦我去，哎呀，今天怎么回事啊，一路的都没装备，只有一个2级奖。哈哈，没想到吧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哎，万万没想到我大圣竟是这样的结局。你们觉得这样的结局公平吗？下方评论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欢迎各位勇士来到真人吃鸡迷宫圈。迷宫圈，大圣，你见多识广，你来给我们解释一下。所谓迷宫圈，就是我们进入到了一种让我们迷失方向的圈子。那我们怎么办呀？各位勇士们，想要逃出迷宫圈，需要大家一起挑战，同时喝6瓶水。同时喝6瓶水？我是学霸，我先来。喂，系统，我们的6瓶水呢？我喝完了，我是不是就能出去了？我先来，我先来，我先来，女士优先。哈哈，看到没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欢迎来到抽抽 Show Time。哎呀，恭喜，终于到我了。哎呀，我定海神针。
恭喜。嘿嘿，我走了，菜菜老师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哎，怎么都走了？你们帮我想想办法，我一个人害怕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世界上的地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睡过头了。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又去玩真人吃鸡了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一上线，你都开局好几个小时了。菜菜老师，美丽叔叔他们也在线，他们也玩了。好，既然你们昨天玩吃鸡了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举行一个奇葩手工大赛。赢的人就不用请家长了，输的人把家长给我请回来。啊，这老师翻脸比翻书还。菜菜老师，老规矩，我和美丽一对，大婶一个人一对。行，开始准备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就开始吧。我们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荧光 M416 大战荧光魔刀千刃。哇！好！啊！哎呦我去！哎，人呢？啊，人呢？滚！好啊，这三个熊孩子，好一个调虎离山之计！点击下方抖音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大家快跑，龙来了！我们已经跑得很快了，我跑不动了。大老上，你快找辆车。嗯。哎，你看，前面有辆车。完了，这一辆车只能坐两个人，我们四个人怎么办？这样吧，我们划拳，赢的人坐。哎呀，我看行。手心手背，手心手背，手心手背。愿赌服输啊，你们俩去吧。我们怎么办呀？没事，我有办法。拜拜。怎么办呀，大圣？我们两个要死在这儿了。没事，我有办法。恭喜二位英雄赢得比赛。哎，大圣，你这个做火箭的方法真是绝了，跟你一组呀，真开心，真棒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哎呀，错了错了，你们这种笑呀太假了，这次考试一定要微笑，越打动人的笑呀分数越高。微笑，微笑就是略带笑容，不明显不出声的笑。不愧是学霸。没错，这种笑呀才是今天的标准答案。准备好了吗？开始考试，谁先来？老师，我先来。虽然我每次考第二，但我要做最有勇气的学生。不错，臭臭的勇气值得赞赏。准备好了你就来吧。生活中一个微笑，一个眼神，甚至是一个简短的问候，都有可能为别人带来希望。因此我们要在生活中多给予别人鼓励和帮助。不错，臭臭说的非常对，老师给你满分。下一个美丽来。刚刚美丽同学笑的时候啊，老师脑海里出现了花开夜梦，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。老师给你也100分。嘿，终于到我了，看好了。大婶，你刚才认输好了。笑什么笑，我这是在热身，好戏在后面呢。大圣的这个笑呀也很不错，我宣布啊，你们都是满分，快来领试卷吧。微笑可以使头脑变得更加活泼，也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能力。经常微笑可以使精神更加饱满，活力更加旺盛。如果考试内容由你们来定，你们希望是什么呢？下方评论哦。点击下方抖音视频，关注一下呗。欢迎使用全自动饮料智能贩卖机，请输入密码。密码错误，卡一锁，请做游戏装备解锁饮料。什么？还要游戏装备？我们班只有大圣会做游戏装备啊！要不这样，美丽，你去找大圣，我在这守着。好。
你终于来了，快把你做的游戏装备给这个机器人看看。行，彩彩老师，我今天要是解了你的燃眉之急，我是不是不用写作业了？行，今天就依你。欢迎使用臭臭智能饮料贩卖机，请做游戏装备，解锁满饮料。好的，第一个奥特曼卡牌魔刀千刃，这个是魔刀千刃，它已解开，请继续支持游戏装备，解锁满饮料。继续继续。第二个，这个是乌扎金龙平底锅，请在窗口取走您的饮料。继续继续，大圣。第三个，这个是飞机版做的 S680。第四个，这个是飞机版做的 98K。第五个，这个是奥特曼卡牌的 AWM。恭喜通关。哇塞，大神你也太厉害了吧。那必须，你也不看看我是谁。减压，点击下方抖音视频关注一下呗。